对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多里，啊，你要杀？还要红把妹技？我没有在把妹、啊。速杀队，速杀队，我觉得别西普很快啊。现在什么队、什么关卡都别西普就很快了。别西普最好最简单了、啊。对啊，有别西普得天下、啊。得天下。这把又变成啥？什么叫做鲁智深像小猪？那不就他不就是小猪？那不就冰拉登很像拉登？他们在想什么、欸、方大同的感觉。对，你要演，你要演技。哈哈，好小声。哦，对对对。哈哈哈哈，有了有了，我们终于想到了怎么。这边只要三个主塔就可以。小许喜欢阿红还是阿大？为什么有问题啊？我的凯快变阿红的，啊、还好吧？为什么？都一起啊，声音有点小。你是说他是说你讲话的声音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平常在开场的时候，我都会贴着麦克风。等一下，有听量太多了吗？哦，还好，这次还好。OK， 可以一个 combo 就好。有种大熊的感觉。卢广仲，我要像多少人？对啊，已经被说像很，那个不是。嗨，安西教练。方 house 是什么？方 house 卢广仲的歌，好多早餐在这里吗？你要我身上的衣服自己去买。下次会开直播吗？下次我不知道啊，要看下次。石头不用钱吗？什么？你是 Terry 的儿子，你就不用抢了。他红队，木力界，木力界，木法沙书，毒龙，毒龙。哦，对，木龙死。谢谢你，阿珍在耍北机。再来，阿珍，我讲话。哈哈，阿雄跟哈弗，不要那边乱攻击人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那个 AirPlay 又淡了一下。哈弗很有钱哎，烦哎，干嘛总是淡呢？哈哈，胖虎等下就回来了。可以那个啊，可以把那个龙坤举回来。阿红干嘛一直看我？你不要看镜头，我就不会看你了。小许喜欢 Big Bang 吗？还好，还好。那个兜里就是静香，不是静香啊，那好多啊。阿红。怎么一堆人问小许五十岚喝什么？就他们都很喜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。女子绿啊，他们都很喜欢问。小心 Slender Man。一个问都没营养问。那阿大是谁 ？Ryan 呢、啊？他是静香啊。好、啊，Ryan是静香。什么静香的啦？香港也叫静香吗？对啊。对，阿大说对。他说是啊。嗯，对，他就是静香啊。来，谁是静香？是你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静香啊？可以讲话跟聊天一样轻松吗、哦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静香是小线，不对吧？那小雪。
为什么一直有强制的关掉。反之用哪只手？食指啊，梅子绿茶队，方大同。小仙是胖虎，是不是吗？我有刺青啊，大家不要再问重复的问题。第四道小许家吗？对。啊，他是静香一天洗十次澡啊？有这种事？过了两个、啊，其实，哎、欸，路西法，不是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别西，哎、欸，这個、叫什么队啊？辛巴队。啊，辛巴。打这关真的。路西法。这很简单。嗯。辛巴很多地方都可以磨啊，这很简单啊。看到小孩照片。嗯，不会掉那种东西，只会掉卡片啊。MH 是不是佛心公司？是吧？佛心公司是那个统神的。对啊。超白痴。心儿才是镜像。阿红是小夫。谢谢。哎，这个好笑。小夫戴眼镜啊，拿大成眼镜来戴。认识尊吗？认识，哎、欸，我不认识，但我看过他的作品，好紧绷，还好啦。不到，好啊，这样就过了。你名字叫什么？啊？哎、欸，有一个改名叫 Slender Man， 怎样、欸？超白痴的，你们不要再玩改名了。你用什么对过了？辛巴。辛巴很轻松哦。很轻松，很轻松。我心情不好，我哪有凶？我都在做效果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我怎么会凶？长腿鼠鼠猜一个食物，